用嚟到時候退休啊，偶爾玩一下，又唔想話投入咁多錢嘅。咁我哋依期咧有三套啲特價單位放出嚟，咁啊介紹俾各位觀眾啦嚇。咁折扣嘅價錢咧，總價就係372,422啊，好平啊嘛，露台夠曬大啦，偶爾翻嚟住下嘅，咁就啱嘅呢啲單位就。Hello， 各位觀眾，大家好 ，Andy 啊，今日時間咧就係5月17日嚇，咁啊嚟到我哋呢個維港灣啊五期呢、這個嚇，呢度29棟，呢度28棟，28棟咧就比較快交樓，就6月30日嚇。咁、有啲觀眾咧就諗住咧又想早啲收樓啦，而且嘅話咧可能用嚟到時候退休啊，偶爾玩一下，又唔想話投入咁多錢嘅。咁我哋依期咧就係、有三套啲特價單位放出嚟，咁啊介紹俾各位觀眾嘅嚇。咁就睇睇啦，咁啊有一套單位咧，因為佢哋又唔中意嗰二樓嘅，就唔中意一樓嘅，一樓有啲觀眾覺得潮濕啦，同埋有蛇蟲鼠蟻咁樣啊嘛，係嘛？咁啊有一間二樓啊，就呢個位置嚇，咁啊依家啱好有啲太陽陽光，咁啊二樓係陽台係照得到陽光嘅。呢、這個單位咧就係、一個西北位嚟嘅嚇，西北位。咁我上去睇睇，然之後影俾觀眾。啱折扣嘅價錢咧，總價就係372,000多啊，372,422啊。咁我哋想去睇睇，然之後介紹俾各位觀眾。可以睇到咧，依家內園咧係基本係整好曬啦，係咪？咁啊，之前 Andy 介紹啲一樓有花園嘅都賣咗啦。嗱，呢啲綠植啊，搞掂噶，車都全部可以開到上嚟噶啦。咁啊，依個28號樓咧就6月30日就收樓嘅。嗱，咁啊呢一樓啊綠植搞掂曬噶啦，呢度二樓其實都唔差嚇，車都開上嚟啦，就差有啲部分嗰個門窗咧未裝好嘅。咁我哋咧。轉頭咧就會上到去影俾大家，因為你呢度咧都係比較早可以收到樓啊嘛，係嘛？呢度就係士多店啦。咁到時候你買啲嚇、簡單嘅生活用品啊，都可以搞得掂，就喺度就搞掂噶啦。咁同埋咧，佢呢個價高層咧，亦都係比較高啲啊。講一講二樓，但係實質上咧，係嘛？你都係相當於地面差唔多成10幾樓噶啦嚇。呢個地下停車場啦，嗰度係下邊嗰度係。38棟啦，呢度係23棟，有一個游泳池啦，係嘛？咁我哋呢度28棟，就從呢度上去。咁佢成個咧就3梯，然之後咧係8伙嘅。咁依家就發展商咧就攞出3個特價單位介紹俾各位觀眾嚇，單價係記落嚟咧係唔係好似係唔超5000到嘅。咁我哋就總價就472,000嘅嚇。OK， 咁我上去啊影下呢套28號樓嘅二樓俾各位觀眾嚇，得二樓做特價有幾套嚇，我哋上去影俾各位觀眾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上嚟呢個二樓嚇，光線 OK 嘅。
咁就係除咗一樓之後最平嘅一間㗎啦，咁就係75方，賣價錢就372,422嘅，單價係4,965一方嚇。咁呢啲單位咧就呢個地磚整好曬啦，咁啊廚房就未裝好，因為6月30日交樓，仲有個零月啊，呢個係排煙管道呢都做好曬。呢度係窗户嚇，咁依家係未開燈嘅，其實咁嘅光線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得到嚇。咁啊，呢度廚房位置啦，係嘛？一入門口呢度做個鞋櫃啦，75方其實都係比較骨子啲兩房啦，但係總價夠低咯，372,422。咁啊，二樓景觀嘅話就冇好靚啲景觀㗎啦，但係嘅話咧，你話亦會唔會好差？亦都唔會，咁佢都望內園啦。咁你平平地咁玩，其實都 OK 嘅，係嘛？咁你單價又平，又帶埋裝修喎，啲露台又執好曬，到時呢度咧會裝兩扇嗰個玻璃噶嘛，啱唔啱先？咁你啲地下地角線全部鋪好曬，包括你嘅啲天花呢、這個吊板呢度啊，嚇，全部都整好曬咯。呢度就係餐台位置啦，嚇，其實啲材料都搬咗入嚟噶啦。嗱，呢度係客廳位置啦，呢度擺 sofa， 咁啊呢度係擺個電視機，咁望住，係嘛？你到下價，想要嘅價錢又唔好咁高，啱唔啱啊？咁啊入位又夠平，啊跌極都有限噶啦，係嘛？30多萬，啱唔啱啊？呢個四房間有個飄窗，望正呢度咧就士多店嚇，呢度啊招個送支可樂上嚟，咁都可以俾到嘅，係嘛 ？OK， 咁啊呢個四房間咧大概係8到9方到嘅，你擺個1米5嘅牀啦，係嘛？擺個1米5嘅牀，再擺個嵌入式嘅衣櫃，呢啲房間就係要嵌入式嗰種噶啦，啊冇辦法，因為空間有限，75方嚇。咁啊，呢度就我哋一個洗手間啦。咁我哋洗手盆啦，同埋依個嚇、啊，我哋依個沖涼嘅位置啦，馬桶位置啦，啊都裝咗係50%咯。啊，因為主人房，主人房夠曬闊嚇、啊，主人房大概有12-13方啦，買1米5、1米8嘅牀都冇問題。咁啊，呢度又擺翻個衣櫃啦，嚇、啊，樓高啊成2.9米，夠曬高，又快交樓，係嘛？咁啊，呢度就係睇住啲一樓啊，啲花園。呢單位就啱嗰啲又唔想俾咁多錢喺度擲住喺度，但係咧又偶爾星期六日翻嚟灣區度住翻1-2日，咁啊啱噶。嗱，依家有太陽出嚟啦，咁啊有陽光嘅時候咧就肯定有光線嘅，係嘛？呢露台啲光線都 OK 喺度啦。咁你就嚇30多萬，372,000就搞掂呢套樓噶啦，嚇得幾套嘅啫。咁啊呢間就係其中一個兩房，仲有一間三房咧。是108方的三房兩廳一位的，那我們現在也是介紹一下給各位觀眾，那這個是07、06、05一共是三間特價單位，那價錢也非常之划算，到時會顯示在右下角這裡，我們先看看樓，這個是三房兩廳一個洗手間而已。 OK， 進來這裡，其實這個高層之前賣了很多的，這裡是一個入門位置，做 做一欄這些我們的雜物櫃鞋櫃啦，都夠空間嚇。OK， 呢個係客廳嚇。咁啊，因為做特價實在太優惠嚇。咁我到時啊放喺右下角啲價錢俾各位參考翻嘅。呢個位置咧就西南位嚟嘅。嗱，呢家啱曬噶啦，有太陽射入嚟，二樓都可以。哎，望到少少海景啊，各位觀眾。嗱，即係一線海景嚇，呢度啱啊，可以嚇。光線少啲，嗰個海景少啲咯。但係呢啲單位咧係嚇好平啊嘛，露台夠曬大啦，啱唔啱啊？偶爾翻嚟住下嘅，咁就啱嘅呢啲單位就嚇，咁啊露台夠闊啦，係咪？嗱，露台好闊，咁望呢前面呢個花園都 OK 噶，啲視野都嚇，總價夠低，108方，三房，呢間係主人房啦嚇，睇睇主人房咧，大概有15方左右到嘅，擺個1.8米嘅牀咧，再擺兩個啲嚇。我哋有一個床頭櫃咧，亦都係夠空間嚇。啊 ，OK， 咁啊呢度可以做一個嵌入式嘅衣櫃啦，立上頂去，係嘛？啊，唔貴啊，呢裝修就睇下平下平玩咯。咁啊呢度擺電視機，睇下呢度嚇隱私度都 OK 嚇。咁呢度主人房啦，咁啊呢度係其中一間客房。啊，客房就一個七字形飄窗嗰種嘅嚇，高層我可以望海嘅，低層就望唔到啊，冇辦法。但係咧，呢個房間咧都夠闊咯，大概10方到咯，係嘛？10方到都 OK 嘅，呢個房間都七字形飄窗，你可以立埋呢個飄窗咁樣拍埋咁樣嚟做嗰啲
做嗰啲家具咧，咁啊顯得個空間會大好多咯。啊，總嘅講總價夠低咯，係嘛？50萬到幾 OK 噶嚇。嗱、啊，乾濕分離洗手間啦，我哋依、這個嚇、啊、洗手盆啦、馬桶啦、沖涼房啦，隔離依度係我哋四房間啦，四房間都成10個方啦，係嘛？光線 OK 噶，我哋依家未開燈，啊白色嘅牆體，咁有一個飄窗，係嘛？咁就3房108方啊。好，咁啊呢度係飯廳、廚房，廚房未整喎，依度係全部廚房未整嘅，就整咗嗰個地板啦嚇、啊，但係鋪貼做咗噶啦，6月30號交樓冇問題嘅嚇、啊。OK， 咁啊呢、這個就係108方噶啦。咁啊，仲有一間特價，共3間。呢間就80方呢個兩房，咁有啲75方可能會覺得擺床會細啲，咁你80方都可以。仲有一間嚇，一共3間。咁價錢咧，到時 set 喺右下邊嚇。咁啊，呢套單位咧就係80方啦，咁就係206嘅呢個單位嚇。OK， 07、06、05先啱。唔好意思啊，各位觀眾嚇，05啊，205嗱，07、06、05呢度係05，呢度係05。咁啊，入嚟呢度咧係一個廚房位置啦，咁啊一個窗啦，廚房明廚咯，係嘛？啲鋪貼做咗 ，OK。咁啊，依家就係下晝嘅3點零鐘啦，3點零鐘。咁其實你話咧，光線我覺得可以接受到嘅。咁啊，呢度係餐廳啦，呢度係一個客廳啦，一個大大嘅露台啦，望住呢個花園視野，係嘛？咁啊，總價夠低咯，啊嗱就咁嘅。咁啊，花園喺度綠植別曬都 OK。嗱，咁啊呢度入嚟咧，可以做一個係入牆式呢個雜物櫃咯，啊，好，再睇睇其他兩間房，呢度係一個4房間，有個窗啦，係嘛？咁啊呢度就一個乾濕分離呢個洗手間啦，咁呢度係一個沖涼房啦，係嘛？咁啊呢度洗手盆、馬桶，呢、這個空間都 OK， 夠用嚇，啊，咁啊最尾就係呢間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大概有15、6個方嘅，你擺個1.8米嘅牀啊，空間都夠嘅嚇。啊，啲單位就係咯，都係嗰句。如果你唔想投咁多錢嘅，即係景觀靚唔靚唔緊要嘅，咁你買翻啲單位咧，就幾十萬偶爾嚟玩下先。咁到時咧玩得呢邊都好玩啦。啊，再嚟換個大單位，咁都 OK 嘅，係嘛？咁啊，蘿蔔青菜個人所愛，係嘛？睇住自己嘅袋口嚟。咁呢啲單位就～景觀就唔會特別靚噶啦，但係咧總價勝在夠平，咁啊發展商咧就放出嚟，咁啊特價單位就得呢3間啫。之前仲有一間08嘅就賣咗啦，咁啊依間得翻3間 ，Andy 第一時間過嚟拍俾各位觀眾。咁啊最平就372,422起兩房嚇 ，OK。咁啊呢一輯就分享到呢度嚇，有興趣觀眾聯繫 Andy， 拜拜。